飞艇骑士团是一款画风精致可爱的放置型手机游戏，我们要驾驶飞空艇跟骑士们朝着未知的旅途出发。游戏的剧情过场演出相当可爱，描写了主角在骑士团辛酸的职场生活和精彩的动作场面。而身为船长，我们可以召集各种可爱又帅气的骑士们一起冒险，挖机时队伍就会自动战斗，战斗胜利就会自动收集别人掉落的素材，同时解锁下一个敌人。这些素材不但可以强化全队伍的基础能力，还能够用来改造飞船，增加基础资源的产出。随着我们实力变强，每到一定关卡就会出现精英怪物和 BOSS， 打倒 BOSS 就可以解锁剧情并前往新的区域。如果战力达到瓶颈，难以突破目前的关卡，可以选择返航。返航后关卡进度和飞船强化虽然会被重置，但会根据关卡进度转为经验值，并永久增加骑士们的属性，让我们能够朝着新世界继续探索冒险哦。